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欧弟啊，那么这个刚好是7月4号啊，就是这个美国的国庆，对，也是欧弟的一个生日哈。然后我们今年刚录影的时候，我们就顺便帮你庆生一下，你最爱的重机，哎呦呦，对不对？跟你的一个蛋糕，哇！然后最大的礼物是露露零头姐了，零头姐，然后这个。来来来，我们这个现场的好朋友，好，大家都给你很深的一个祝福。谢谢欧弟哥。其实不止这个蛋糕，我还有准备了一份礼物要送你。对，就是我这辈子就是只有特地为了你这个生日，然后去做这么吓人的东西啊！没有没有，真的不吓人，一生只有一张，真的吗？只献给欧弟哥了。好好好，那来来来，你先帮我拿一下。我相信呢，我收了这一张，不定会准我拿回家的，是没问题。对对对，很好看，真的拍得很好，谢谢哥，真的拍得很好。对啊对啊，今天就是都有一点淡淡的这种。这个小小的心情，对啊，我想就让欧弟自己来说好了。是的，哎，来来来，这个非常感谢啊，也感谢大家对这个综艺大热门的支持啊。哎呀，对，然后呢，在这边呢，服务也大概也两年了吧？两年，对，两年了啊。在这边呢，要跟所有的观众谢谢一声，对，那个因为本人的关系啊，那个必须要照顾家里，对，所以呢，这个节目就播到今天为止，谢谢大家。不是，这么温馨，这么温馨，我们眼泪都快出来了。这个不是你这个，我并没有答应这件事情。我知道，我是这个欧弟说要离开这个节目。对对，你们是不是吓一跳？暂时这个节目不能没有你啊。对。哎，不，这我哎，不，干啥？真的啦，少了欧弟哥的大热门，哪叫大热门？对，不，我们先冷静下来，先看一下，有一个嘉宾朋友，哎呦，对，然后他录了一段 VCR， 一般都是超级巨星才录 VCR 来祝贺，对对对，哎，这一次没有，哎，这一次没有，这次是我们的同僚，一起来看一下是谁来来。哎呦，欧弟哥，没有想到最后这个时刻会看到我的 VCR 吧？今天我真的觉得蛮可惜的，就是没有办法跟你录大热门，但是我的心是与你们同在。你还记得我们常常会开一个玩笑，就是说我们要推着蛋糕庆祝宪哥退休，结果没有想到，竟然是你先用到这个蛋糕。那我觉得这个跟你合作的过程当中，觉得真的很愉快，然后真的要谢谢你，每次都把梗做给我，然后 Q 我模仿。那最重要的就是把妹，真的非常感谢你对大热门的贡献，你让这个节目丰富了很多。那我也希望说我们以后还能够有这个合作的机会，那有空也可以去你们家这个聚一聚嘛，反正我也常在大直那一带出没。欧弟哥，他想通了，谢谢你，爱你哦。谢谢，好，掌声给他鼓励。原来是汉典，对啊。那不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其实这个节目也不过就是两年的时间。对对对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节目的两年比一般节目的10年都还有感情？对对，因为我们一整个礼拜的时间，我们都浓缩在这里。对对，所以我们其实两年的时间，但很浓缩，很浓缩，大概有4年在里面这样。对啊，对啊。因为那个精气神都在里面这样，因为那个过程当中，哎呀，不要哭，乖。过程当中，我们也经历了那个总制作人结婚，然后呢，这个制作人结婚，然后哎，这也算什么？我们还有制作人得猛爆性肝炎，对，然后。再来就轮到我自己结婚了，那于是我终于有自己的家庭，是了。那现在必须在这一段时间可能要暂时跟这个观众朋友说不好意思，先让我去忙
家里的事情，因为我家里呢，大家都知道我状况，没有长辈。你家里跟三立这么近干嘛？很近，就家里没有长辈可以照顾他，然后照顾我也没有太多时间在，那丈母娘他们也没有办法过来，所以我的无奈的地方在这里。各位，我想听到这一段，心里面感动了，对不对？我刚好今天也有一件事情想要宣布，嘿，我也是做到今天。后来一转身才看到阿咪已经在拔衣架，我故意打开这位招招，没了，等我一下，等我，很快，都还没得金钟奖，我被处理后啊，来，我们还是要切一下蛋糕，来，生日快乐啦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不好意思害你们玩那么辛苦，谢谢，好，一切平安，好，厉害了。我们要赠送给欧弟的，7月4号他的生日礼物就是这张，1、2、3。哇！你接下来帮我们修片有没有？那么他们这个乌哥拉茶写了一大堆，哇！不用看，就看我那一行叫 In love we trust， 欧弟。我们一起工作是不是最快乐？没错。只要在几年前欧弟还没大红大紫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内地做的这个周六乐翻天。对，一举就成名了嘛。对，我只要跟宪哥合体的时候，哎呀，我真的都会取得空前的成功。所以非常谢谢宪哥。对呀。然后平常在节目上面打打闹闹，我吐槽他，真的开心的。我们的默契，嗯，对。然后呢，这个也很感谢宪哥的那个宽容跟大量，才有让我有这种发挥的空间。是。然后我也很感谢所有来上过我们节目的所有的这个嘉宾朋友们，真的你们真的非常辛苦。露露，我睫毛都掉了。露露有话想说，来，乖了，我睫毛都掉了。乖了，对呀 ，OK 了，都共锅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你本来的也很长了 ，OK 了。来，好了，有什么话给欧弟 ？Oh my god！哇！你规个面拢空的呢，规支拢假啊！好丑！快了！没有，就觉得欧弟哥确实是一个老师，然后就我们台上就是这样的那个主持嘛。可是每次在休息室的时候，他都会讲一些很色的笑话，然后最主要是因为他就是下来其实很累嘛，可是他都会帮我跟汉典上主持课，对，然后我们还回去写功课，然后交作业这样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大哥，就觉得，然后他又说我是他最疼爱的小师妹，然后我觉得他也是我最喜欢的大师兄。其实很简单，这就是因为以前宪哥就是这样对我的，所以我就同样把这样子的精神再传给你。演艺圈像个大家庭一样，对啊，好，我们也要谢谢我们制作人，对啊，好吧，谢，对啊，也谢谢宪哥了，宪哥谢谢你，一定要啦，哎呀 ，OK 了，在我心里面你是永远没有离开的，这个节目没有你真的不行，可以，好不好？要不然我发片的时候来宣传好了。你的家，你们是什么东西啊？对不对？不是啦，我真的去忙一下，真的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。再次谢谢大家，掌声给他鼓励，欧弟生日快乐！谢谢。